脖子。那个高速公路上那个收收费站的那个人，五个字啊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花花说了一长句，花花说了一句话，对，但他明白是啥意思了，这么快，看到你这会不会折了？嗯，坐班上班坐，请售票，售票，请进，五个字。地铁，地铁，请进。开车，请进。地铁，就说会折吧。折了，果然折了。耳机可以摘了，耳机可以摘了，摘。这声音好吵，什么都听不见。就这样啊，我是半蹲的啊。请进，不知道啥玩意儿啊。然后，然后还有这个，可以了哈。可以了，特别自说自话的，可以了。差不多嘛。你明白了吗，大哥？我没有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半蹲着坐着的，半蹲着坐着的，那这样，然后那个厕所收费的，你快走，快走，开车，开车，没了吗？没有了，就这么多。什么？好了，到小童了啊，小童刚刚可接近了。什么呀？就这样。本来我就觉得搜，一共五个字嘛，对吧？五个字、啊。你都不知道几个字，你在传啥？我以为传贾玲也没跟他说呀。我说了呀，请看回放。答案是什么？动作都没毛病，动作都是对的。就这个动作。然后呢？就没了嘛，就这儿，然后搜，开车。就没了，对呀、啊。确实就这么点动作，你们猜出来了吗？我再比一次可以吗？行。怎么突然这么要墙上了呢？我觉得他的点应该是那种吧。那来五个字，小童。收费的。五个字。收费的。五个字。怎么回事？不是，这是董事长的女儿。你以为他怎么有今天的？五个字。收费员。五个字。我都受不了了。五个字。知道为什么要选人了吧？你以为把收费者换成收费员就变了吗？变成五个字了。不是，那个公路那个高速的收费员。五个字。六个字了，你要。小偷。高速。是你想通了吗？为什么你父亲不把这些钱留给你？那我猜对了没有？说一下，确定一下。高速收费员。